活正在优酷热播中。景区内部一直监视着吴振峰的一举一动，发现吴振峰坐车到了国门后，林德赞立刻进行部署，让人紧盯着他的行踪，结果却意外发现陈宇一直跟在吴振峰的后面。陈宇的车跟在后面？什么？调出来。东东，随时电话。胡总，喂，刘队。陈宇，你在哪？报告刘队，我在国门呢。吴振峰刚出境，我怀疑他。我警告你，马上给我回来！20分钟之内我见不到你，你就等着被处分吧。凯华，凯华，陈宇，林局，听我说啊，留在原地，继续盯着。我有一个要求，举证，但是故意暴露。你现在没有执法权，清楚吗？是。先盯着。火正在优酷热播中，陈宇一直跟着吴振峰来到运河吸收费站，陈宇立刻报告给林德赞，请求拦截吴振峰，但是林德赞却命令他赶紧返回，陈宇非但不听命令，还挂了电话，独自前去拦截吴振峰。这里是南银高速公路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，车牌号 F1B805F3689Y。 正在优酷热播中，蒋磊给万萌萌准备了一辆车和一部手机，让他开着车离开。此时蓝安然发现阿坤开着一辆拖拉机车一直跟着万萌萌，林德赞得到消息后就让刘凯华赶紧去支援蓝安然，在野人山出口对阿坤他们进行拦截。杨毅马上接到，立即行动，注意安全，务必人赃俱获。是。走了，警察。走了走走快走，走！嫌疑人往境外小路逃离，请求支援。抓捕王一坤，固定证据。明白。东哥，我感激活，警察要来了。
住！王一坤，哎，滚，快走！再走我就开枪了！快走，快走！站住！王一坤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啊！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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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嫌犯受伤，请求支援。收到，请回复。收到，请回复。冰火正在优酷热播中，郝东的毒品被警方全部截获，对此很生气。郝东将责任全部算到了万萌萌的身上。此时万赫达也赶了过来，责怪郝东将毒品藏在万萌萌车上，才导致万萌萌被警察带走。为什么把毒放到我女儿车上？你想害死他吗？我问你，摩卡怎么知道走货的？怎么知道准确路线的？你一卖的，你一卖的，是你亲手害死了你女儿。阿坤和萌萌现在在公安局，不带摩卡。别给我提这个！你说什么呢？我早就说过，阿坤根本就靠不住，被警察盯上了。就你不信，你信了我吗？你现在应该在盛江，说什么？你不该出现在我面前。三年了，我跟你共事三年了，你从来都没信任过我。你从你爸那里继承了 K， 可你想过没有，你是怎么对我的？今天和孟卡搞成这个样子，责任在我吗？我老万走货，什么时候出过错？你是怎么对我的？你自己想一想。我告诉你。如果这样下去，大家都是个死。冰火正在优酷热播中，吴振峰去墓地看望鬼手，对他的死吴振峰充满了愧疚，之后便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让他去万赫达家中，吴振峰听后就带人赶了过去。你找谁？万和达在家吗？万总不在家。哎，先生，您这是去哪儿了？万先生不在家，万总真的不在。万总，我没拦住他，他硬闯进来的。二两哥让我来问问你，为什么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都不接？你们是孟卡。我是 K， 把这话带给二亮，你可以走了。插场那天，我们大家都被掰了一道。二亮哥让我来找你是给你面子，不要不识抬举。那你试试。